第三届南加联盟杯校友网球团体赛，四月二十九日在维特 a Tennis Center 成功举行。本届比赛由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主办，高校联盟网球俱乐部、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厦门大学南加州校友会联合承办，南京大学洛杉矶校友会、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共同协办。 这是校友网球团体赛自二零二一年举行以来承办协办校友会最多的一次。通过这个比赛，呃，能够是促进增进友谊，啊、呃，这个呃增加交流，啊、呃，然后比赛比赛是呃第呃第二，那么友谊是第一，呃，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更加丰富我们南家南家呃高校所有校友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个呃这个职业发展以及各方面的交流。 本届校友网球团体赛由十二支以各高校校友会的校友为主的队伍参加，参赛球员达到一百八十人。在报名参加比赛的球员中，既有常年征战 USTA 获得全国冠军的球友，也有初次参加高校联盟网球活动的新手。组委会考虑到校友们的情况，在赛制设计上既要吸引高手参加，也要保证新手能有机会上场。 经过激烈角逐，富华云校友联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广东高校联队获得本次比赛的亚军，浙江大学联队获得本次比赛的季军。今年呢有多达十二队参赛，每个队呢有十二个人上场，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在场地协调方面，得到了很多义工的支持。来参加的校友们，每个人都打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这也是我们。 最希望的让校友之间增进交流，然后让校友增加校友会之间的凝聚力。本届校友网球团体赛得到了广大校友和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据悉，高校联盟目前有七十三家成员校友会，涵盖校友超过五万人，在这个高知群体中汇聚各类人才。连续三届冠名赞助商南加房地产评估师行创办人 Ken Chen 既是校友，也是网球高手。 本届赞助商还有钻石赞助 f a d e i 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rp，青铜赞助 Call A Inc，多媒体广告屏赞助 No Systems Inc。此外，中大校友 Frank Chen 赞助了比赛用球 Propan。活动也得到了 Maro Valley 的奶茶冷饮支持，以及 Mo Tennis 的场地支持。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